梦幻腾冲，准哥不错啊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哎呀，这不我主战场吗？不用打下手吗，哥？不用了，这点事还打啥下手？哎呦，这刀工可以。哇！我呀，看着就好吃。啊，来吧，老弟，哎，尝尝去吧。嗯，好吃。好吃，哥肉，特别好吃。哎呦妈，咬舌头了。王磊老师，你得有危机感了。不，这加一万分，这顿菜。谢谢兵哥，谢谢兵哥。哎呀，烧烤，这行啊，这个。哇哟，这个腾哥也专业。这范儿行啊，哥。这惦记着腾哥这个羊肉串呢。嗯嗯，这个呀，好吃。腾哥烧烤不是开玩笑，辣椒到底去哪里了？一只烧烤烧到老。哎呀，哎呀，杨琴，这不就是广告上那景吗？电脑开机的桌面。哎呀，恭喜贾冰先生喜提爱锅一口，希望用这口锅为大家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，有啥你们就吃啥，别挑啊。走吧，去看看有什么食材吧。打个七八个，不用脚太稀啊。这小刀，给小水果刀，对对，感觉筷子好使，这有点一翻翻出去了。来吧，造吧，造吧，造吧，来吧，看能不能给我送走。没人用。嗯，好吃。以后早饭就你俩做了，做得好。还有点天赋的，正哥，你要不指挥，让我俩再来一遍，肯定就不是这味儿了。学学手艺啊，这都现场教学呀。哇，可以可以，都在这等腾哥这点串呢，这都看着挺香啊，想尝尝腾哥的手艺。现在可以了，鸡的油开始往下滴了。嗯，往我俩听着我们哥哥了。哎呦，你现在火爆程度，咱也不敢降啊。来吧，开吃吧。说实话，今天你这发型挺白的，皮帅。笑什么？不能笑吗？对不起，不能笑吗？对不起，你少说话。造次了，魏老师。是范范啊！哎呦，这手法太娴熟了。是这意思，但一看就是第一次动。有一种野外求生的感觉。先放这儿啊！我呀，哇！祝各位顺顺利利，红红火火！什么好玩的桌游啊？桌游加字儿游戏呢？我说吃吧，你可以说前后都加，你吃吧都行啊。可以可以，来这个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就是加一个字儿，怎么加？形成一个句子。不能加语气助词。哇哇，哦，都不行。好，那来吧，那谁起一个？我起吧。好。蘑菇。哥，让你一个字儿，俩字儿可以。没事，蘑菇对。老蘑菇。老毒蘑菇。吃老毒蘑菇。吃猴老毒蘑菇。不吃猴老毒蘑菇。就不吃猴老毒蘑菇。就不吃猴老毒蘑菇。五秒钟啊。一二。不吃猴，我就不吃猴老毒蘑菇。我就不吃猴咸毒老蘑菇。我就是不吃齁咸毒老蘑菇。我舅舅是不吃齁咸。我老舅是不吃齁毒老蘑菇。我老舅一世不吃齁咸老毒蘑菇。一世？老舅一世不吃。老舅一啊，老舅一啊，老齁咸毒蘑菇。我的老舅姨不吃猴咸毒老蘑菇。我弟的老舅姨
也不吃齁咸老毛。我弟媳的老舅就这么远房亲戚都走这么近。我老舅姨，我弟的老舅姨，我弟媳的老舅姨，这这么远房亲戚都走这么近。我弟媳他妈的老舅姨，你多两个字。不是，我弟媳妈的老舅姨都不吃齁老咸毒蘑菇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我不是别的，我记不住了，太长了。那输了得有惩罚，哥，你那个生的剑手青有吗？刺身，来一盘刺身。这是要给罚走啊？这是。哥，你嚼个柠檬片吧，来。行，嚼个柠檬片。就胃酸，其实。啥毛病都来了。那真心话还是？别拿手，换一个。您来，我也不想拿手，怕中毒是吧？哦，我这样，对，面目不息有表情啊。嗯，哦，原来酸是这么演的，昨天演错了。哎呀，怎么还有点辣呢？这是小米辣的手。接下来吃这个吧，吃这个辣椒吧。小米辣呀，一勺。妈呀，有水吧？哎呦，这有点难吧？有奶，可以。这个辣不辣？我给你打个样，我看看。非常辣，很辣，尝试一下。啊！甜甜的，没事，来吧。真的假的？来。这么弄，哥，你要辣，你就吃，吼出来。我一点都不辣，我一点都不辣。我一点烦都没有。别玩这个了，行吗，哥？我求你了，真辣，真辣，辣。那水整点水，水，舒化奶，舒化奶，奶，干啥辣啊？那后半劲儿。嘎嘎辣，嘎嘎辣，来口蒜怎么样？一勺蒜，一勺蒜哈，行，一勺蒜行，蒜吧，嗯，算了，那我七个棒，贾冰，好贾冰，贾冰好，我俩不得好贾冰，我俩不得好贾冰，卡自己那儿了，好贾，哎，这我还没造过句呢，是不是？好贾的冰，这不是。好看，贾冰，可以可以。好看，贾冰块。好看，贾冰块。本来刚夸一句，直接改了，贾冰块。真好看，贾冰块。真好看，就贾冰块。连字儿都改了。真要是好看，就贾冰块。真好看，就贾冰块。贾冰块，真好。真不好看，啊，贾冰块。哎，真真不好看，假冰块。真真不好看，假冰块子。假冰筷子。假冰筷子。这也能合理？倒说实话，真真我都有点。真真不行吗？那我用这个，真不好看，假冰筷子。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假冰是个筷子。啊。你哥把你的那个说了，不是，他说的是筷子，我说的是会计。筷子啊，真不好看，贾冰会计。来五，真不好看，贾冰会计。十十啊十，加个十字。二一，真不好看，贾冰老会计也行啊。呀，对呀。来吃上它，左右都吃蒜了哈，我这边人哈。喝口汤行吗？我想喝汤。不行，那没到点呢。有点多吧，是真有点苦，这个感觉得有生蚝啊，在这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出题朝那边出啊！哎呀，谁输谁出哈，你来吧。啊哦，嗯，小葱，吃小葱，去吃小葱，哎，我去吃小葱。我去吃小葱丝儿。
那玩意儿还至于跑过去吃？就是好那口，哥。我们去吃小葱丝儿。我们都去吃小葱丝儿。我们俩都去吃小葱丝儿。我们俩都去吃小葱丝丝儿。这是个南方人，小葱丝丝啊。我们爷俩都去吃小葱丝丝。我们爷孙俩去吃小葱丝丝。哎，这个行。我们爷孙俩不去吃小葱丝丝。老去他干啥去？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我们爷孙俩不去吃小绿葱丝丝。连葱丝丝还有红葱。哎呦。我们爷孙俩不去吃小绿葱丝瓜啊，丝丝儿，小绿葱丝儿丝瓜，这两个都不吃，两样东西了，对，变成两样东西。我们爷孙俩都不去吃小绿葱丝，小绿葱丝儿丝瓜籽儿。哥又到了记不住的那个环节。怎么我们爷孙俩不去，都不去吃小绿葱丝儿丝儿。接你一下。籽儿。啊，小绿葱丝儿丝瓜籽皮。蹄是什么？有这玩意儿？有紫蹄吗？有蹄子。没有紫蹄。有个紫什么呢？紫苏。紫苏。丝瓜紫苏。我们爷孙俩都不去吃小绿葱丝儿丝瓜紫苏。丝瓜叶儿。哦，就到叶儿了。我们爷孙俩都不去吃丝瓜紫苏叶，不是小葱，小葱丝瓜，小绿葱，小绿葱丝瓜紫苏，小绿葱丝丝瓜，小绿葱丝丝瓜。我觉得你应该吃蒜了。你吃一口，不是关键，假装上来的时候可快了。这哎呀。其实这就等于中间有标点符号了，有标点符号的，不能有标点符号，不能有，必须得一句话。对，该我了啊，腾哥棒，叫腾哥吧，腾哥开始吧，腾哥，你怎么了？让你说个棒这么难吗？夸他一句怎么了？夸我哥一句怎么了？我给他打个样他都不要，打个样都不要是吧？腾哥好。沈腾哥好，沈腾哥好棒，棒还是棒？棒棒棒棒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沈腾哥真的好棒，沈腾哥真的好棒吗？沈腾哥真的好棒，妈妈。又有逗号了，这是啊，又有逗号了啊！对对对对，沈腾。沈腾搁哪儿都好棒，在齐哈尔棒，来腾冲还棒，这行搁哪儿都好棒吗？你沈腾哥搁哪儿都好棒吗？你沈腾搁哪儿都好棒吗？嗯，你给我去边去。那你沈腾哥搁哪儿都好棒吗？棒，这不有标点了吗？他不是有标点，他是俩人。你沈腾哥多哪儿的好棒吗？嗯，没打的。那不是你们沈腾哥哪儿都好棒吗？你们的沈腾哥搁哪儿都好棒吗？你们的沈腾哥哪嘎都好。到你这儿只能搁东北挺棒的。搁哪嘎？搁哪嘎？搁哪嘎？嘿，你们沈腾哥搁哪儿？我北京人的，我北京人。地理优势，东北话，地理优势，你这嘎搭不就完了吗？你们沈腾哥搁哪嘎哪儿都很棒吗？搁哪嘎的？嘎哪儿？嘎嘎，什么东西？嘎哪？嘎的？搁哪嘎的？搁哪嘎的都很棒吗？你们的沈腾哥哥搁哪嘎的都好棒吗？哎，没毛病，可以可以。嗯，你们沈腾哥的哥，
搁哪儿干的都好棒吗？让你管。你们沈腾二哥的歌搁哪嘎的都好棒吗？也就是他大哥，说白了就是他大哥。你们沈腾哥的哥二哥的大哥的鸽子，鸽子，鸽子，可以搁哪儿都好棒吗？那个你说那个信鸽啊，跑丢了，说了半天是鸽子。你们的沈腾哥的大哥的二哥的鸽子的小鸽子搁哪儿都多了几个字，甚至还去字儿又加字儿，来吧，太长了，这我出的游戏呀，得培养一下语言，去掉了一些必须的，加进来一段没用的，哎，换个简单点的游戏吧，咱从简一点嘛，三个字儿，顺着的就往下传，不一样的就往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样的话就顺着，哦，不一样就传回来，哦。输了的就喝汤，现在喝，现在喝，还有两分钟，来得及，把脑袋扎锅里。我出吗？你出吗？啊，不对，你出吧。你先扎锅里。范丞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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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贾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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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丞丞，范丞丞。不能还范丞丞了，一轮里面不能重复。那这样，贾冰哥，贾乃亮，贾乃亮，这怎么有什么规则？你要是想返回去，你就说一个三个不一样的字儿，随便、哦、随便。哦，那我喝呗。还没，肯定能喝了，没到水。再崩会儿，再崩会儿。我们要不然，哎，我们要不然，哎，哦，可以喝了，开饭。谁还玩游戏？太多了这个。哎，这一锅什么蘑菇都有。哦。来不来？来点。现在可以吃了。来吧，来。谢谢谢谢。肯定可以。可以了哈。来啊来啊。这个。哎呦。你给哥盛啊。对啊。我亲手。来两个，来。哎呦。好吃吗？真好喝。完了出事了，真好喝。真好喝。真好喝。这也太鲜了。哇，哎呦，哇，好鲜啊！哎呦，嗯，鲜。哇，那个也是蘑菇吗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多长时间没这样野外露营过了哈？感觉，要么说最近挺火的野外露营，那心情都不一样。我还有过几次，也有几次。当然，这个调调更好。我再来两碗。棒，太治愈了，这也，这是档美食节目吧，我觉得。